学吉他社，哇！我第一次看到打卡后的唱歌，哎，对吧？太酷了，厉害了！而且我刚刚有个社员就跑过来说，哎，我第一次看到打卡后的唱歌，好酷哦！他很好奇，他很好奇，他想啊，可能想指名你吧？对啊，他觉得你特别有魅力，对吧？好，再次掌声谢谢我们中央大学。好，那我们紧接着下一位表演的外校来宾是世新大学。 好，那我先讲一下，他们今天带来的都是自创曲哦。对哦，他们都是都带来自创曲。对，好，听说他们今天也要来稍微宣传一下他们的学校。对，他们的活动。哎，那要不要先请我们那个宣传的同学上来一下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世新大学民谣吉他社。那我是公关Riva。那我们在。 5月11号跟5月28号的时候会举办我们第七届的新弦奖，那我们报名截止日就在明天了。那我相信在场的很多朋友都是喜欢音乐的，想挑战自己的人。那希望你们都可以报名这次的新弦奖，然后也希望我可以在招待桌招待你们这样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，等下如果看到我就可以跟我拿 DM，OK， 好。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好棒！他们公关都是这么漂亮的女生吗？对啊。我们的也不差，我们学的也不差，非常啦，对啊，没有嫌弃。哎，怎么有那个？我就觉得说看到外校就哎，怎么都这么漂漂亮亮的来了？不错不错，对对对。哦，以后我们也要这样把我们社内的那个用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如果有女生想要弹吉他的，那赶快来我们吉他社。对啊对啊对啊。我们欢迎长得漂亮又有才的女生过来。是的，对，那个我的电话是09。哎，这样不太对吧？没事，是我的电话是零的电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小小的一段，工商服务时间。对。好，感觉有好的表演就会有好的赞助商。是的，我们
们，呼喊他，呼喊他们，不是呼唤他们。好，那如果大家想要的话，那边上面有摊贩。摊贩吗？有摆摊啦，摆摊啦，可以去那边参观一下。那边有莉莉塔，有酷卡，专辑都在那边哦，大家可以参观选购哦。Okay, 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世新大学准备好了吗？看来是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吗？对，糟糕，我突然想要叫女主唱讲一下话。对，有一点想，可以说一下话吗？还是你在忙？我先等你一下好不好？嗨，嗨，害羞啊！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自我介绍太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世新大学的，我叫陈妍元，他是林孝俊。今天双人吗？对。那方便我方便我替我们的男性观众谋福利吗？是的。就是讲出你的电话。
啊，不开玩笑啦。不开玩笑。那今天也带了很多歌曲，听说自创曲嘛，对吧、啊？对、啊，因为我们的那个我们社员嘛，就一直强调说世新大学自创曲，一直跟我强调说、這個，对，你知道吗？要一定要介绍给大家听。对啊、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希望你带给我们观众好美妙的音乐，好不好？好，美妙的音乐。好，谢谢。掌声欢迎世新大学。
谢谢。好，那带来第二首我的自创曲。明天新弦奖就报名截止咯，一定要赶快来报名。
好，那我是公关 Riva。Riva 是 R E V A， 不是 R I V A 哦。好，那我们带来这首自创曲是 Wonder Woman。那 Wonder Woman 就是神力女超人的意思嘛。那这首歌其实写给所有天下的母亲的，因为母亲在我们心中大概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像女超人一样很万能，什么事都会做这样。那就带来这首自创曲啊，歌词里面有一些比较凶残、暴力、血腥的部分，就是我跟我妈自己的相处状况啊，所以大家不要吓到，这样你 OK 吗？好，那我们这个我们吉他手叫哲宇，他是我们这一届的器材长，对，器材就一个，对。好，那这首歌《Wonder Woman》献给大家。时间是5月11号，决赛是5月28号，报名只到明天，拜托了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哦、谢谢世新大学，哇，真的是长得漂亮，歌唱得好，真的很受不了，又是女公关，对啊。好，那如果想要要电话的话，大家赶快去报名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怎么直接欢迎下一位，下一位学校吧，下一个学校，龙华科大。也是为数众多，非常多人。对，那哪一位是老大？
哪位是 low 短 ？low 短，短是哪一个？阿尼基，阿尼基是哪一个？哦，阿尼基没有，阿尼基讲话，阿尼基讲话，我不是阿尼基。那会介绍一下好不好？你们晋级活动对？哦，晋级活动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龙华科技大学吉他社，然后我们6月8号有个全国联展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。就我们会准备很多好吃的食物。是有，这个就很吸引到很多人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时间是一整个下午啊，可能会到晚上，就是怕大家肚子饿，我们会准备很多东西。太棒了，真的太棒了！有粉丝是吗？有粉丝在哪边？没有，那边是我们社团的，在那边。粉丝手举一下，尖叫一下好不好？尖叫！哎，好棒哦！怎么那么多人？棒！因为很黑，我觉得好像都是你们的文化科大的感觉。很黑是一个人害的。这是一个梗吗？这是一个梗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欢迎龙华科大，掌声一下哦！不好意思哦，稍等我们一下。现在有点紧张，所以假如可以边跳舞边唱歌，应该蛮轻松的。其实我想打个太极，可是我不会打，没办法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试一下。爱的飞行日记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
再讲话，再讲话。